现在出发去茶卡盐湖。哎，有人吗？不给摩托车加吗？对啊。对。OK。哎呦我去！摩托车加油处，我操！真的是你妈的狗！要登记是吧？摩托车要身份证、行驶证、驾驶证的复印件要全了。啊，还要复印件？要复印件的。这上哪儿给你去搞复印件啊？那人家又有复印件的。你直接刷一下不就好了吗？我一路从川藏线过来，他只是说登记一下就好了。那我们必须这边公安上必须说要复印件的，不是说我们要呢，他们必须按照他们规章制度执行了。上次把我们扣住了。罚款了，刚罚的。那你这边能不能复印的呀？我们这边没有复印机，你看前边他们有复印机吗？他们有复印机了，你看好着没？啊？前面那个叫……不是你直接登记不就好了吗？他要复印机，要复印件，要保存呢，要复印件保存。哎，我操！这边加个油真的是他妈的麻烦，我操！这边不给加吗？哦。要先登记是吧？啊？驾驶证、行驶证、牌照，三证带着，不要复印件嘛。登记在哪边登记啊？
啊，这边要弄分件的是吧？我要剪帽子不？啊，不用，就你啊。对，就。哎，这边地区都要弄那个复印件垫的。都要。那你要帮我多复印一份吗？不行，我到哪都想复印，不行。对，我在前面一个家长，他都没打印机，非得说叫我弄那个复印件。啊，都要复印件，现在打印。那你能帮我多打印一份吗？我带身上，行不行？不允许的吗？176-9676-8137。你在多少什么？对，九二。加多少钱呢？50块钱吧。多少？50。五十。五十是多少？把身数写出来。现在去那个高速收费站，直接走高速去茶卡盐湖。Oh.